拍拖到日本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淑庄，现在呢我就在这个香港国际机场。我今天的最主要的行程呢就是去这个北海道和我妈，所以呢我是大团圆式，又再大团圆，很大压力，那就去到之后就再告诉大家有什么事发生。我现在呢就是身处于北海道的定山溪，定山溪一个很近札幌的地方，但是整个区的温泉区的地方很小，但是就很多温泉酒店的。本来想去看樱花，但是就勉强了一些草，当然花冧就大把了，可能还要等多两个礼拜。今次来到呢暂时的天气都是颇为冻的，但是外面又加上风刮三四度，但是呢这个地方都不错。那么昨天我们就去小樽的一个都挺漂亮的温泉，今天呢都会继续浸的了。听说这天最多就可以浸三次，每次都是达标完成。今晚有一次的空谈，空谈就会用它了。拜拜。